各位同学请坐吼，咱即阵开始上课啊。各位学员大家平安，大家好。上课来先来感受服务一下吼，参与这个咱台湾民政府吼，必定爱读的吼，这个教科书，莫讲教科书啦吼，就是这本新台湾论吼。那阿袂买，赶紧买。你若要研究这个国际法吼，这本就是这个完整的啦。吼，读这本，你读了，你慢慢啊，你有一个基础。这本较深嘛，你有一个基础了后，你再去读这个战争史，这个回顾吼，你就知影讲战争史回顾，遐资料较幼咯，你就较看较有。这本你若读有，其他就拢读有。吼，所有较基本的理论的。这个国际法律的基础拢伫这本内底。即使你的这个语言能力啦吼，英语能力啊较好，外文能力较好，你来看这本台湾最终地位第三集。这本哦，伊内底是这个咱去过美国的一挂，这个搜证一挂资料吼，这种资料，以及这个高等法院的判决书伫这内底，以及美国。改变荷兰的指标嘛，系伫内底，所以你若有兴趣买研究较深的，会咱来看这本，吼、哦。好，咱即摆课程开始啦吼。今仔日的主题就是解读解脱。参与民政府，你若听了这个国际法律了吼，你去看新闻就有趣味啊，而且你会当得到较正确的解脱，吼、哦，比较正确的解读啦。啊，无咱即摆看新闻哦，看惯了过啊，咱台湾人得到一个病叫做。失忆症，吼、哦，这新闻做做诶，啊后日摆点咪袂记，因为新的新闻起来，吼、哦、来，今仔日上界重要吼、哦，要甲台湾人吼、哦、唤醒诶第一步啦，就是爱甲中华民国甲台湾这个概念甲拍灯啊，因为咱的情感已经投入伫这个中华民国，咱认为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啊，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你这部诶情感你也无。偷窥无甲切断，你永远都伫政治人格内底咧更新。吼、哦，政治人格毋是咱家己直接咧讲个呢，是伫判决书内底写。吼、哦，第一步，你若认同而且认捌即个国际法律，咱爱成立一中政策。有同意无？敢有感觉怪怪的，会惊惊有无？有感觉安尼，举手了紧，我看卖。会感觉讲认同一种好好。我甲大家报告啊，我拄来参加的时阵吼，他们甲我讲爱认同一中的，我听拢惊惊，提起认同一中，一中就是这啦。全世界的一中的政策，伊认为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你若无认同一中，啊无你要两中了。你要两中哟，你要认同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一个叫做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因为退出联合国，啊，所以爱去倒转去联合国，敢是安尼？所以他拄啊这，你若无签登，你倒来这种问题产生啦。哦，我即摆讲的是理性哦，毋是你的感情性哦。哦，来，所以先入一中，咱会有顾虑嘛？会犹豫嘛？讲哎，咱会向统一啦，对不对？有种疑问有无？是。有种疑问就是，你爱想啊，这个阮，这个咱是啥物啦？台湾人。啊，台湾人含中华民国都无关系，是安怎会向统一？因为你的心真真感，甲你想你去认同，你是中华民国的人，所以你就会向统一。因为即摆开始咧准备统一啦。所以那有什么啦？我们是谁啦？台湾人。我们是台湾人，是情感上的台湾人吗？不是啦。来，一律就是咱头头来这这个问题啦，这个问题困扰台湾人足久，咱就是这个问题啊，卡伫遮，咱卡伫遮，卡足久的。来，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哦，我一直重复这个概念啦。来，中华民国人甲台湾断袂开吼，你会感觉足困惑的。因为台湾退出联合国，所以咱重返联合国，安尼讲对。台湾将来无加入联合国啦，
这是逻辑上的问题啊。啊，无加紧，他有咧退出，啊，无退出，是安怎重返？这就是这个问题。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哦，乃中国。这样，中华民国等于台湾，中华民国等于中国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也等于中国啊，台湾就等于中国，咁是安尼。我即摆咧讲的是逻辑上的同一律，哦，这当互换哦，这当互换的哦。来，中华民国不存在的，这是我们讲的嘛。来，首都在南京，中华民国死了。首都在南京，对不对？啊，他现在在哪里？啊，首都在南京，为什么他会在台北？他监监的当然都没去想到这点，他说哎，都转进了。他没想到说首都在南京，啊，现在他在台北。啊，一个南平说现在首都在台北。哦，中华民国其实他就是流亡政府啊。我一个英文老师啊，他在做那个国际翻译，他直接用英文翻台语哦。哦，伊咧做演讲的翻译，我甲问讲 Chinese 台北什么意思？那中华台北啊，啊中华台北什么意思啊？对 Chinese 台北啊，啊有讲哪无讲诶？哦，讲哪无？你有当时啊，你甲朋友介绍了，哦，比如讲啊，这这阿明啊，哦，阿明啊，啊那讲阿明啊是啥物啦？阿明啊，到阿明啊，到迄、那个拍迄、那个。工厂迄个过门口迄个阿明啊，啊迄个过门口迄啥物啦？啊，迄个阿明啊，你若无去解释，咱咧问的是你去解释阿明啊，甲你还是甲啥物人有啥物关系？你咱迄个中华台北就是这个观念嘛？中华台北就是 Chinese 台北，啊 Chinese 啥物意思嘛？台湾人袂去问这种问题啦。中华民国用来骗台湾人的啦，啊若出去吼，拢讲伊是 Chinese 台北。啊，中华民国伊是治理当局啊，台湾 governing 迄个 authority， 伫即个台湾关系法的第十五条，你去变。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来，咱讲一寡简单的逻辑概念哈，同一律来，即啦，同大家讲啦哈。中华民国等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等于中华民人民，中华民国啦，即判定。哦，即个同一以能做交换，啊，若违反的，变安怎你看来？伊选之前，这个时间点啊，吼，讲流亡政府就是中华民国。哎，伊就是去美国了，伊就讲中华民国是台湾啊。啊，流亡政府就等于台湾，会变安尼，会变做安尼呢？这就是同一律啊，就变安尼啊。哦，这就是伊个同一律的结构。中华民国等于流亡政府等于台湾，啊，中华民国就等于中国，啊，流亡政府就等于台湾，所以中国等于台湾。对等式啦，哈，数学上的对等式以量互换的，哎，违反的变成呢，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吗？中国等于台湾吗？你把这物件拆开，你就知影讲，伊咧讲，民进党咧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就是咧讲骗。我过去嘛是从骗到久，来个加较浅的，来矛盾率。两种相反的概念啊，哈，两种对变的概念啊。我请问大家，看到黑色的小白兔，来，有无请举手？有无？有没有？有，好好好好。啊，无的请举手。有没有黑色的小白兔？自然的啦，自然的啦。有没有黑色的小白兔啦？有的请举手啊。好，放下。啊，没有的请举手。放下。啊，不知道的，不知道的请举手。好好好，来，我答案给你看啊。哦，黑色的是小黑兔啦，靠，那黑色的小白兔，这个是矛盾率啦。这物件伫咱头壳内底，但是咱拢无去察觉它，咱无去甲伊应用在生活中。黑色的就是小黑兔，靠，那黑色的小白兔，啊，你要摕小白兔来喷场。啊，那红色的嘞？小红兔。哦，那漂亮。啊，灰色的嘞？小灰兔。对了。小红帽。好，来排中率，两个概念的中间哦，一个中间地带哦，因是
倒边就是正边吼，两个概念中间就通。来，这人啊，哦，讲这线啦吼，没问题啦吼，这不是鬼啦吼，大家印象的拢知影吼。啊，这是啥？然后看这图啊吼，还是看这图啊？马吧。哦，马对了吼。再看一次哦，人马对不对？不是人就是马，啊，这个是什么？没有这种东西啦。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就是台湾，不会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党政会了。来，给上个要甲大家介绍的解读的工具吼，有时间有闲用笔记一下，因为这会帮助咱去看媒体。解读媒体，解析媒体，伊咧报啥物货？哦，来，解读的工具第一项啊，咱来看案例一，来。Here we go. Let's hear for Team West Street. 这个人伊九十秒有一张图。就要甲你讲啥，我用一个影片甲大家讲一个概念，吼、哦，来改变观点，你就会有新的看见。今仔日你来遮，你就是愿意改变观点。咱卖用过去的角度来看新闻，卖用过去的角度来看台湾的政治。咱愿意改变，你就有新的看见。吼、哦，改变观点哦，但观点度就是安尼嘛，因为倒变过来你看无嘛，但是你改变观点，你就看无。来，克里米亚吼。哦这个消息应该已经是过去了，但是足侪人已经袂记起来。吼、哦，克里米亚投公投嘛吼，啊，结果呢，欧盟讲不合法。公投是不是代表民主民意？是不是？是嘛？过去这个阿扁也是叫咱讲爱投迄个防御性公投，有无？爱像美国嘛讲袂使嘛，对不对？啊！大家敢有去想讲，啥咱袂使？咱前教的台湾人，若无受过法律的这个洗礼吼，咱就感觉讲，啊，啥咱袂使？我咧表达人民的意志，阮人民要做主人。你美国是民主的国家，你是安尼反对做民主的动一个公道，有无？咱咧想法就到遮尔啦。咱袂阁去问落去讲，是安怎伊讲袂使？美国嘛无甲伊讲。安怎比较会使？咱真正的台湾人就到这。来，今年的三月十六，克里米亚公投啦。我即摆用国际法来讲一个新的观点，是安怎伊袂使？
伊公投违反国际法，即篇做出去啦吼。公投诶投票率吼超过八成，克里米亚，伊诶人口比例最高。乌克兰裔占24%，俄罗斯裔占58%，达旦裔12%，97%支持克里米亚从乌克兰独立，并加入俄罗斯。请问伊这是独立公投还是统一公投？伊叫做统独公投啦，就是你毋是兼独，啊无就兼统，两条路尔。啊，你安怎兼拢毋对。啥物人咧支持克独？伊从乌克兰独立出去，对不对？啊，加入俄罗斯，啊，请问谁会支持？俄罗斯当然支持，啊，下面两位支持台独，下面两，中国在支持台独了，蒋经国在支持台独了，较早东华的，伊改收编变成体制内，伊就是支持台独了，我讲给大家听，第一。咧支持台独的是完全帝国，所以台湾民主国啊，你讲迄过去啊，彼时阵咧台湾民主国的概念就是你独立出去，因为日本要来统治啊，你先独立出去，但是你爱甲我朝贡，变成我的这个臣属国籍，这就是中国支持的啊，是不是？今仔日什么人支持台独？来，现在伊违法。今仔日吼，来，今仔日这个得所谓人，不是得所谓人啊。你讲这乌克兰裔吼，要改成中国裔，就是这人民，24%。啊，俄罗斯裔呢，你讲改成呢，认同家己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呢，58%。啊，这12%呢，就是敢若认同家己是日，哎，大日本国籍的台湾人12%，啊，你甲公投落去，啥物人赢？哦，你了解无？人口比例不正确吼，公投出来的效力吼就有问题了。所以欧洲、美国因这列强咧反对公投，有一个条，有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人口比例的关系啊，台湾的人口比例，家己认为台湾人嘛是中国人的一大堆啊，伊的爸爸来其实拢是中国人，一大堆啊，像爱台湾爱台湾，其实伊穿的也中国，伊食的嘛中国，是不是？去独立的，去台独运动的，伊顶悬的旗啊，迄嘛中国做，伊衫裤嘛中国做。所以过去哦，你若做那个查，这些人拢支持台独的，你敢知？你若去个查啦，这些人拢讲因要支持台独啊。所以咱也无去了解这个到底这个政治背后是啥物因素咧推动的哦，咱拢从啥咧讲方式？台独意味战争啊，有无？有听过无？啊，什么人讲的？来，美国的官方讲的嘛 ，U.S. official， 哦，台湾的独立意味着对美国来说意味着战争。过去台独意味战争，那你想讲什么人打什么人拍？中国他怕台湾吗？意味战争是什么意思？你今晚重新解读啊，是咱咧怕美国。因为伊是占领权的国家，啊，我甲你占的，啊，你要独立，什么意思？你要拍我呢？是安尼意思哦。好、哦，来解读工具二。今天大家要看有啥物个？来，你有啥物个？我看熊的枪甲手。然后啊，无啥物个拢无看到的枪甲手。好、哦、好。来，啊，
安尼有看会着对不对？安尼看无嘛？安尼看袂，安尼看会着吼。你加一个工具，加一个角度，你就看会着吼。来，这内底有啥物货？有看到马桶伊咧遮举手？哦好好，啊无看着咧。啊来，伫遮，目睭微微无，啊这是嘴，这耳啊，这是保护色啦，自然界的保护色。来，看不到不表示不存在哦。有一个物件吼，我甲大家问一个问题啦。有一个物件吼，近在眼前哦，啊你每天拢看会到，但是你无感觉伊存在。细菌。空气。不是。你身上的。毛细孔。眼睛。目镜门啊。眼睫毛啦，好不好？你有感觉到吗？你仔细去感觉，其实你感觉得到、哦。近在眼前，可是你看不到。看不到不表示不存在啊，它存在啊。台湾民间或日俗美战嘛，讲美军要搁美国的军，台湾要搁属于美国军事占领的状态嘛。啊，大家有看到？看到了，现在。他住在那个猫熊猫啊，猫熊啊，不要紧啊哈。伊有一个物件甲插落，啊，你就看会到，你讲，你就可以解读出来那整只的熊猫，哦。啊、今天我们看新闻也是可以这样子做到的。我们看案例二，这还牵涉到美军哦。在2006年的时候，其实美军哈、哦，他们内部也是这个后勤管理体系也是有一些问题，结果他们错把哈、哦、四枚这个叫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的弹头，其实义勇兵是可以装核弹的弹头，它叫锥体，就是飞弹的最前面那个弹。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嗯，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是跟他们采购的是直升机的装备，好，那也不打紧，送错了就送来，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这个航勤处一个基地里头库房摆进去，摆了多久？一年多，没有人发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送错了、哎，没有人发现送错，我们有弹头，对对对，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放了一年多，一直到这个2008年的3月啊、哦嗯，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库房少了四颗弹头，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国军，我们国军的那个这个库房的管理哦，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反正这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这 是什么弹头之类的，也没有上报国防部， yeah. 所以就摆在那边，摆了一年多。结果美军在2008年的3月，台湾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三更半夜，派了一架军机降到这个台中清泉岗机场，半夜啊、哦，没有人知道。那这个事情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当然应该知道，没有通报。也没有通报，我们基地的这个连队长也没有通报。雷达什么都没有。然后今天怎么下来的？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所以这个哈、哦、有趣蹊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哦。结果这个事情就是后来 AIT 的官员啊、哦，在透过军中的所谓联二系统、情报系统，因为跟他们很熟，okay. 就跟他们说，哎，有你们库房里面有四个东西哈、哦。是运错的，那可不可以让我们载回去？就派的这个上面是挂这个外置，这个外置的这个车子哈，就秘密开到台南的基地里头，然后就把这四枚弹头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岗基地，然后就飞机就飞走了，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 的这个代表才跟当时的部长，就是前一位国防部长叫蔡明宪，才口头跟他报告说，哎，我们昨天晚上把这四枚弹头载走，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他才发现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好，这个新闻哈、哦，是去年的那个八月中，我看过，吼、哦，啊，这后来有人剪接啦。这个新闻，若不是美军占领台湾，请问，什么人会当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安怎美军会当把核弹头？下来台湾，啊时间点拢做算，伫即个2008年3月总统大选进前就下来，啊3月就是大选了后运走，啊美国是一个帝国呢，因迄个武器的清点的汉国家，因毋知影把四粒核弹头放来台湾吗？第二，飞机飞咧。
前段工无人知影，谁人无人知影？啊，伊谁人会知影？伊这记者伊谁人会知影？啊，一个无人机，咱大家若有出国过嘛，知影吼。无人机若要飞到这个机场啊，迄机场爱清空的啦，因为你不知道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啊，一定要跟塔台联络嘛。你无可能飞了，啊，就去要甲晒了，是不是？前段工一定有人甲美军有联系嘛。所以你若是用军事占领台湾，台湾有这个美军吼，咱讲联系这个内底人，军内部啦，诶，咱讲情报人员也好，也是讲因军方就是讲，原来伫台湾的这个人，你无法度去解释讲这个现象是安怎产生的。所以过去咱就发现啊，趣闻一则，啊，就好贵啊，好无？这种新闻咱就好贵啊，那个都是啊，那个好神奇的一个新闻哦，就贵啊。那么，咱未发觉讲后壁有这种问题。前段工啊，加这个台南机场，这拢是美军控制。解读工具三，咱来看三案例三。好，你们看这个魔术方块，如果我告诉你这两个表面是一样的，你会信吗？我不信。好，请到前面来。好。我来看喽，在整个面上，这两块这个色块吼，您看来敢有共色？无共色嘛，对不对？来继续。放了一块灰色圆点，让你和自认者能自己测试看看。拿起那个圆点，把它移到上面来，移到这里。啊，我的天哪，不可能！我要再试一次。你亲眼看到的东西，你不一定看到有。亲眼看到的东西，你不一定看得懂。今天媒体给你看的东西，让你亲眼看到，你也不一定看得懂。你亲眼看到的哦。因为你的资讯不够，你的解读能力不够，没得看我。来，裁军，大家有意识到，这个国家的军力一直在裁减，啊、哦，中华民国的军力一直在裁减，对无？这很边的啦吼。啊，军事审判废除，这比洪仲丘的暑假一凹，哦。啊，军监犯移一般监狱，军事审判废除，就是军书军的迄个法典已经废除了嘛，是不是？啊，废除有种感觉叫做军监嘛，军监狱嘛，彼时阵差不多报两天的新闻尔，就无啊，迄新闻无去啊，伊把军监狱的那个犯人移到一般监狱，啊，表示什么？军体系的这个东西不见了嘛？可是中华民国骗你说啊，因为我们民主不需要军法。港捷新闻一这两种解释啦，但是咱另外拢讲哦，对对哦，伊越来越民主了，因为我们抗议哦，啊开始报一挂人讲哦，一味的军审判，然后努力了多久哦，那个人可歌可泣，歌功颂德啊，你的港捷新闻安尼擦消伊，哇，这个连勤走入历史。八十四年次以后免当兵，中华民国军队在裁撤嘛，来，你看这时间点哦，注意看这时间点。2013年，去年的12月13日，第二批，今年1月2日第三批，顶个月3月19日，涨起下来几只？军队在裁撤，为什么在买武器？大家咱甲我讲为虾米吗？既然咧裁军啊，啊搁咧买武器，迄是足奇怪呢。一个公司头家裁员，啊搁继续咧开分店，这完全不合逻辑啊！请问武器虾米人买？
给外面的。啊，我没答案啊。要不要定？答案留在你的心里。来，上面两个出几年？你跟我啦，很难出几年啦。哦，你找一亿吼，一共23亿啦，我拿出2300万嘛，一人100块，咱去钓虾啦，到时候拢摕100块去烧掉安尼的意思啦。好、哦，23亿。啊，没有上面人诶。美国人买武器，台湾人付钱买予美国人，就是安尼啦。啊，人讲英文做戆呆啊，因为咱即摆咧兴战争债啦，战争债。来，解读工具四，来看案例四。Can you rock this or a pole？你要挂这些面具哦，因为电脑照个对的是一个对的嘛。Probably our best to be yet, and it's up for sale on the website now. 好，张先生，伊即摆细超过这张房啊的角度，你会看伊凸出来了，对不对？好、哦，凸出来了嘛。啊，刚刚凹进去，你有发觉吗？没有。你只是觉得它，奇怪，为什么它会动，对不对？啊，你也刚刚也叮当啊那点嘛。可以关掉。这个影片要告诉我们这个真理了，要脱离受限制的角度了。今天你电话面讲，是乎你的资讯拢是给你限制住了，给你框在里面，所以你就被限制了。啊，咱得照伊的逻辑，照伊的角度去看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跳出来。没有充分的资讯，你就不知道炼狱的台湾。政治炼狱的台湾哈，还用见底点干嘛？是上面叫做见底点干，来这样，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对不对？对。简刚写的啦，今天拆大埔拆了没？拆了。拆了嘛？啊，明天拆政府拆了没？拆了。为什么没有？明天永远不会来的。所以提出这种考核的人吼，是简刚写的啦。那台湾人吼对政治不满吼，做尖刚式的宣泄啦。今仔日所有的游行拢有这个目的啦，之一啦，这个目的之一啦。来，东华较早东华抗争嘛，啊，较即摆太阳花抗争嘛，两个有啥物无共？有啥物无共？人无共吼，时间无共，来。新的观点了哈，讲我是无伫体制内哦。彼阵都激烈了，石头啦，啥物目镜啦，啥物有诶无诶，囡仔拢来有无？啊，即摆太阳花咧，体制内。啊，请问，体制内在反体制，反得了？你在体制内啊，要照谁的规则？照他们的游戏规则啊！你空间唔来体制玩好好，啊你体制来有啥路用？东华时代已经互伊收编入你体制来啊，所以你伫体制来安怎空间？到尾啊，你嘛爱走法治程序，就是叫做体制啦。所以你24天以后，国民党会知影哦，这种的吼、哦，24天就结束啦，伊就甲你磨啊，甲你拖拖啊，24天哦结束啦。政治人格的轮回就是安尼个，政策议题有无？最近何事跟起来了无？媒体炒作有无？林义雄啊，不是讲林义雄去炒作了，是媒体家己炒作了，吼、哦。政策议题提出来嘛，媒体炒作，啊过来的形成那个抗议游行的气氛，啊过来的政治解套，有无？啊过来的政治收割，啊个个都等你。咱就伫遮一直轮回，一直轮回，无法度解决问题，无法度解决问题。政策议题来，洪仲秋政策议题嘛，就是军里面的虐待嘛，人权嘛。然后媒体炒作了，
我开始访问因姊啊，因兜的啥物人啊，开始哦，伊的背景拢来讲出来，讲伊的学生，伊的大学生，大学的高二哦，伊足活泼，啥物货，啊，伊要听我呢，啊，过来抗抗议游行无？十几万人排山军啊，哦，啊，一天 party 结束，来政治解套啊，演互你看，哦，军法撤除废除，军监废除解套，啊，过来政治收割。今天去台湾嘛，赶快咯！政策议题、服贸、媒体炒作，哦，啊过来抗议游行了，最高峰50万人，啊政治解套，啥物人出来解套？来，啊后一场啥物人选举，啥物人会收割？啊伊在抗议的时阵，你抗议的时阵，伫遐坐的时阵，苏贞昌无伫遐话讲算。啊，新闻就讲，就甲电讲，啊，你太太伫这个抗议的场，伫遐咧化妆穿，后来伊就哦，失礼失言，啊，过来伊就想要收割，今年要选举了嘛，吼、哦，来，你若伫体制内抗争吼，拢是伫轮回中间啊，解读工具有，咱看案例有。是想的迄个物件，但是呢，即马甲你以迄个摄影机的角度同款啦，摄影机的角度是一样的。他那个纸吼，其实是用那个摄影机的角度，用相机拍下来的，再把它印出来，然后再把它放在那个地方。啊，你看，哎，角度同款嘛，啊，就是你想的迄个物件，哎，只要等下我变作，伊这种叫做一种迄个错觉的一种制图的艺术啦，吼、哦，所以。跳出旧的思维认知的框架，因为咱做的物件是刻板印象。我跟你讲，你是啥物？你是啥物？问你啥物话，你就直接反映，迄种叫做旧的认知框架。来，选举，我跟你讲嘛，你今天如果不投票，明天你就没有票投，对不对？那就跟你洗脑啊！来，我跟你洗嘛，来选前都是神圣的一票，啊，选后就可以从你口袋拿钞票，有无？有听过这种说法吗？有听过选举投一票，然后你四年要被拿走230块的，有听过这个说法吗？有哈，有哈，咱有听过嘛哈？啊，建国伫倒位？伫倒位？那拢听讲，我哪会知影你是真讲还是乌白讲？来台民政府，我物件拢尽量找建国，你看。咱今仔日毋是化工节的，我甲你讲的物件就是有证据。先来讲着教书，咱变做领土，迄教书就会互你看。来，就是这個，你甲抄落来，倒去变。公职人员选办法的43条，加补助款与缴费，就是这个。哦，第43条，公职人员选办法的第43条，伊加有无？五十块一票啦，一票50块啦，吼、哦，即
立法委员呐，诶，建栋选举建栋啊，达5%以上，啊，可以会当补贴每年每票补贴新台币50元。你若是选立法委员，若是选总统，啊，这每年每票，哦，啊，4年的200元啊，一票就200元了，对不对？来，加，诶，啊，我30块摕着啊，嘛是伫43条内底啦。哦，唔通参加流氓政府的选举啦，唔是讲以后拢唔通参加选举啦，无同款意思啦。哦，不要参加流氓政府的选举，不是叫你永远不要参加选举。你所投的每一票，无论投哪个颜色，有无？这种政党会选啊，有无？无论你投对一票，拢同款，拢在支持流氓政府，然后在台湾合法选。这张图甲咱讲真清楚。哎，凯良，今天无论你是抗争，或者是选举，或是支持他，或者是反对他，你都站在这一块。啊，他会被你支持，就是因为你站在这一块，在这个体制内支持他、反对他。现在马英九愈坐愈在，无论支持伊的存高趴，还是反对伊的91%，伊拢徛在在，因为。咱咧支持这种制度啦，咱咧支持这种制度啦。啊，这个人若走咧，这个制度就无存在，就消失啊！吼，这个人若走就无存在啊，所以唔通去参加抗议啊，这个投票选举是这个目的啦，是这个原因啦。解读工具六来，接下来看影片哦，请你分析哦，请你分析里面的真与假，好。来看案例六，这是美国纽约一个咖啡厅内底咧做一个实验啦，哦，看人客看到这现象的反应是啥物？第一个问题，这影片是真的，请举手。这个影片啊，是真的还是假？真的，请举手。是剧情吗？对啊，剧情啊。假的，请举手啊。你认为它是假的？设计的。好，设计的，很好。第二个问题啊、哦，那个人扶起来啊，啊尖叫一声，那个画掉下来哈、哦，尾刀跟菜拢拿过来嘛哈、哦，啊跟伊这个手安尼出嘴，哎，刀啊拢走出去安尼。这三个东西，那真的请举手，真的请举手，啊，假的请举手，哦，真的啦，为什么你们会认为是假的呢？对，好来，好来，我讲你听，来，
那个六之一，六之一，你看六之一，好，我你看样子。看这啦哈，哦，用超能力甲车停掉有无？哦，用超能力甲迄个栅栏用开有无？哦，车后过，过一个用超能力甲迄个栅栏挡掉有无？好来，停掉。迄个栅栏真诶假？真诶。栅栏真诶啊。迄个电梯真诶假？真诶。你知影我讲啥无？操作。他拄啊！迄、那个人扶起来，迄、那个刀会落来，刀，迄、那个切落来，迄、那个刀会走出去，拢是机关，迄、那个物理性，迄是真实发生的。是啥物搞假？是因为迄个人咧坚固过关，迄、那个查某囡仔伊伫遐咧表演。假是即个部分，但是咱看影片时，共两种物件揽做伙。咱共揽做伙看说啊，假啦，我知影，迄种假，我甲你讲。我若无予你看头前遐机关的布置吼，你伫遐咖啡厅，你咪 Oh my God， 你咪讲学即句英语 Oh my God， 是毋是？你咪错一点讲，哎呦，阮台湾就无种奇人啊、奇才，还是咱美国，全世界的超人拢伫纽约啊，对不对？所以我要，他拄仔我头头大家讲的嘛，分析你看见的真与假，一个影片你要把它分析开来，它一些现象是真的。一些现象是假的，那你只要分析的出来，你就可以判定，你就可以解读。所以他多黑啦，迄、那个电梯扶开，那电梯的物理现象嘛，伊机械莫打夹夹的去了嘛，是不是？咖啡厅嘛是迄个原理啦，只是伊变成咖啡厅，你感觉学会假，啊，但变成电梯，你煞变真嘞。好、哦，逻辑伫来伫咱内底来，所以这个。解读工具要甲你告啥？别受表象的欺骗。有人先咱看的表象，咱无看的机关呐。好、哦，表象的背后有真相。好、哦，这真重要哦。表象的背后有真相哦。今仔日马研究它是表象哦，它背后有真相。来，解读工具七，来看案例七。Hi, I'm Richard. This is Sarah. And we're going to be doing this. This is a poker pie base. Base. Ah, behind that poker pie set, ha, to change the color. Ah, what kind of color? What kind of color? What kind of color? But she selected the card, which is 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 Right, so the card I chose was in fact the three of diamonds. The three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 That card goes back into the deck. 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face up on the table. Do a little click of the fingers. 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 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what's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is all of the other cards have got red backs. And that is the amazing colour changing card. 好，暂停。大家有看到这个魔术哈？上面物件颜色被改变了。台面颜色跟台面嘛哈？啊，刚刚都无哈？刚好讲其他的所在被改变了。扑克牌，我让大家继续看哦。这个影片很重要，哦，这个影片很重要。来继续看，他说不只是四有关于颜色的，他有四个地方的颜色已经改变了。来，咱看到尾也是安尼嘛，对不对？伊甲你讲，这两个人的衫、道巾、背景的色，拢去换过啊。
你敢有发觉？一开始安尼啊，是不是？哦，一开始是这样嘛，啊，后来就换了嘛，他从 bigger picture 跟比较大、比较远的画面来看这个魔术。Now the idea is very simple.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in front of Sarah and ask her to push any card towards the camera. Okay, let's see. I'm going to go for this card here. Okay. Now Sarah could have selected any card at all. Very quiet. 第一件事是伫遮。It's 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我们在啊，咱今麦看的是第二支镜头的角度啊，哦，第二支镜头。好，哎，规模啊，贵啊，好不？整副换过去啊。好啊，桌巾换啊。Is the amazing color changing art. 二，用一个摄影机，你也可以变魔术。这不是今仔日的重点啦，吼。这影片要甲你讲啥？这啦，焦点与转移焦点，这两个会换来换去的哦。焦点跟转移焦点哦。这影片甲你讲足重要的代志，焦点跟转移焦点哦。今仔日所有媒体拢做这动作，他给你看的叫做焦点。但是焦点并不一定是重要的事情，好，扑克牌就是焦点。第一次镜头，第一次摄影机的镜头一直在照扑克牌，所以当扑克牌跑到哪里的时候，它就跑到哪里。然后后面再换背景的，再换衣服的，你都不知道。那些人拿扑克牌可以开，其实镜头也夹开了，会卡到另外鬼啊，你嘛不知道。扑克牌啥？扑克牌就是这啦，那个焦点就是这啦。哦，因为今年这个月底要出抹茶口味，我大概就赶紧去买。来，就是这啦，哦，买甲饼，阮前几个月，阮太太讲要去买，常常讲找我去大润发，讲我要创啥，你去大润发是要创啥，讲要买巧克力，结果电梯坐去卖完，透早十点卖完，来，阿伯这啊，哦，团团圆圆，中国跟台湾团圆，看那什么图，来，这啦，有无？有无？是不是？这只就是便宜嘛，王星鱼啊嘛，对不对？